就是魔化版一页书，这应该是本尊吧。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很幸福的一点就是都很少有红龙围住，你可以直接近距离去看，每一次展览都会看到这一尊完整的刀说版。现在七年我们都没看到他，都就是、就算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Gavin， 我是庭轩。好，反正就是想说，今天来拍逛展，然后以及晚上我们要去看演唱会。小赖有说可以让我拍一点东西，所以带大家来看今天的霹雳套餐，大概看一下这次有什么亮点。第一个，生命练习生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场在这里开场，不会在主视觉前面？看看这可怕的人潮，就是信仰值。好，反正就第一个是生命练习生嘛，喜欢他可以带回家。子阳啊，他很紫哎！我上次在中立看到这一尊，我就觉得他蛮帅的。宇坤华，我们今天庭轩带了谁？店长出门，他是前大直店店长。他的粉丝好可爱哦！这到底是在揪他领子吗？他一尊要多少？3万上下。我刚才一进来啊，可能大部分都会先注意到木偶，可是我会先注意到这里。来来 来，直接跳进来看墙。其实蛮多麻瓜并不清楚木偶的制作嘛，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注意的反而是其他的。那在这边他就有介绍说，从木偶的生成跟偶头要如何去制作，所以这也呼应到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叫百变霹雳，主要就是因为麻瓜常说一句话，布袋戏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现在有一模一样吗？他们是不是细部有一点微调？我们迎宾的第一个就见风云了，这应该是本尊吧？有一点之间的感觉就是对，而且头发原本是银白色，都会有一点灰灰的感觉。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很幸福的一点就是都很少有红龙围住，你可以直接近距离去看。接下来就是我曾经。你以为他是素还真的化身的天机，哎，我们七月懒人包要做他。每一次展览都会看到这一尊，就是我们的素还真的刀说版，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看到新版的。我听说素还真35岁生日的时候有展出最新的造型木偶，听说要签保密条约，不能随便曝光。我等一下来问那个员工说，哎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一次能看到他，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就是魔化版一页书。布袋戏有几个角色啊？第一个素还真，第二个一页书，他就是一页书。所以如果麻瓜看到他，我跟他说他是一页书，他说怎么可能？一页书又不是长这样子，那代表他真的是有一点有一点 sense。而且这一尊原本他的手是手部，是银色手部。消皇版有两尊，魔化版一页书，这是第二尊打魔王子的那一尊。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，我不想聊这个问题，不要聊，我怕我被赶出去。那时候他飞卢氏我展的时候，他不是每次台词都会说卢氏，哎，接下来后面这里有一尊施华洛世奇版本，就是我们战甲术。现在七年我们都没看到他，都就是就算了。然后我们刚刚遇到有观众，就是请我们帮忙露出一下我们帅气的飞天。刚在活动中他有帮忙挥，只是隐藏版的公仔收集家啊。知道我有一组没有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剑飞天。哎，所以如果假设有看到随缘啦，有看到就买。结果等一下那个直接来一组。以前布袋戏蛮常出那个商品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盒子可以当椅子的大盒装，然后可以坐在上面。既有来我们的电影素逆天玉啊，人气王啊，来谭无玉，居然这一面是输了龙秀。我觉得各版龙秀我都可以接受，龙战版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一个，也没有不好看啊。他给我露出死人表情。什么事情啊？窗口，我们有介绍这个。他说想要帮我们介绍业配，结果不小心我们字打错。他的光动能是水部的光啊。你小时候有经历过 Seven 会卖这种东西的时候？哦，那就好。你有经历过？有啦，还是有看到，还是有看到。零食他就可能不知道，因为零食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小，就是以前会出衍生食，还有天问食，天问食，然后出什么你知道吗？血泪食出红豆泡芙。我刚才想说这个是不是新商品，结果阿T说这已经出了一段时间。这又是公然排挤耶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仙龙对吧？是龙剑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吗？庭轩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聊这个话题。红色吗？龙剑在同人商品哦，还好，因为大家比较吃龙剑。对，大家都吃剑龙。龙剑是三个人的电影，三个一起也可以啦。对，来下面一位。
来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商品啊很有趣，还真有劲，我还真有劲。那刚才婷娟自己开了一个烂笑话，要问冯彩玲。好，反正就是今天的展览，它从5月3号到6月12号，基本上百货公司有开的时候啊，都会开柜，可以来。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回到这里啦，就是没办法去大直店，来那个忠孝新生，三创，看会不会之后就直接回到老地方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哈哈，大家拜拜。没有，这个就跟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做一个 challenge。今天 PD 不在，所以我想说我自己画。哇，没想到原来平常做设计也是有一点帮助，还知道到底要哪里平衡一点。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聊哪些多失礼的问题？他说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怎样？我想说可以不用强到你们。对不起。来，语焉净水是什么？你猜？语焉净水就是矿泉水。对，琼华玉露。琼华玉露是什么？我就不知道了。无糖绿啊。哇、wow。无糖绿是，反正我的重点是他被排挤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、而且他们两个换这套造型的时候，他也穿这套，是没有加粗版本的哦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原本的。这是原本的哦。为什么我认得出来他是没有加粗的版本？不好意思，鄙人就是金老的设计，主视觉设计。霹雳爸爸，明年新节目应该找我吧？再一次，这个给我10秒钟。我的朋友都在敲完这个多出几单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可以帮我按赞跟订阅。我每周四应该都会有影片了，应该好了，记得帮我订阅。讲完自己心虚啊，广告尽量不要越过哈，有空可以多刷个10次。